天津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，天津电视台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向您现场直播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转播的，这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对瑞典男子乒乓球队的冠军决赛。第一盘已经结束了，结果在第一盘的比赛里边，中国的王涛以1-2输给了瑞典的瓦尔德内尔。三局的比数是16-21。瓦尔德内尔第一局先以21-16获胜。第二局呢是21-15，王涛获胜。第三局呢是瓦尔德内尔以21-19获胜。下面将进行的是第二盘的比赛，第二盘的比赛是由瑞典的佩尔森对中国的马文革。也许有些电视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不久，我们再向大家重复一下，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，瑞典男子乒乓球队要的是主队，中国队要的是客队。第一盘是瑞典的瓦尔德内尔对中国的王涛，第二盘是瑞典的佩尔森对中国的马文革，第三盘是瑞典的卡尔松对中国的丁松，第四盘是瓦尔德内尔对中国的马文革，第五盘是佩尔森对中国的王涛。现在我们向大家现场直播的，这是第二盘的比赛，是佩尔森对马文革。佩尔森今年29岁，这个队员呢身高是1.86米，他是1985年在哥德堡第一次参加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，他是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，是第40届、41届男子团体冠军队的主要成员，这也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佩尔森这个队员的特点呢是心理素质比较稳定，关键场次好，正手拉弧圈和抽杀都比较有力，得分率也比较高。这个队员的反手推拉弹都比较好，每球并争，主动的进攻意识也比较好。中国的马文革是27岁，他是第十三届世界杯乒乓球赛的第一名，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第三名。这个队员特点是右手横握球拍，两面是弧圈球，发球抢攻比较好，而且正手攻球的爆发力强，力量重，速度快，反手位的弹打直线也比较好，技术全面。现在我们看到第二盘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观众朋友，今天整个这场上的气氛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热烈。这是教练员蔡振华，蔡振华在比赛之前在给马文革在加油和布置战术。今天我们看到在挡板的旁边呢，这个聚集了无数层的这个摄影记者，他们拿着现代化的这种大炮镜头啊，在吊这个场地上的运动员的比赛。我们电视台的这个高架摄影师已经升到这个升降车上，一直在这里在给大家在报道比赛的情况。观众朋友，现在马文革同佩尔森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向大家介绍情况。马文革先发球以后想按一板1-0。现在1-0，现在马文革发球1-0领先。马文革现在发一个近网短球，正手再抢攻一板球，世界1-1。1-1，现在马文革在发球1-1，马文革现在发个近网短球，反拍在撩中路，正手刺杀，好球，打得漂亮，2-1，2-1，
现在马文革这个开局打得不错，2-1。现在马文革发球，2-1。马文革反拍再打，然后正手打中路，这个球出界了。现在2-2。2-2，现在马文革2-2，马文革发球。马文革在打中路的时候，这球出界，2-3。现在佩尔芬发球，3-2。佩尔森正手抢攻，球没有过3-3。现在佩尔森发球3-3。佩尔森回球，球出界，3-4。现在佩尔森发球3-4，马文革现在领先1分。马文革接发球，先是撩一板过渡，现在双方打成4-4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，1-2-3-4。佩尔森在分球球出界，现在是4-5，现在4-5，马文革领先1分，马文革领先1分。抢攻一板，球出界，5-5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比赛里边，这个比分就没拉开，1-2-3-4-5，这个确实两个人实力差不多。现在是5-5，现在马文革发球5-5，观众朋友，这是第二盘的第一局，现在马文革发球5-5，马文革发球球擦网，这时候两个裁判员都已经举起手。反拍再打，正手，第二板，第三板。连攻了3板，连攻了3板，得一分，6-5，6-5。7-5。现在7-5，马文革领先。观众们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局比赛里面，马文革呀，马文革主动进攻的能力比较强，而且这成功率也比较高。现在8-5，马文革发球，反拍的打十界，正手侧零板，球攻完以后出界。现在是8-6，现在8-6，现在是马文革领先2分，但是这个路子是对的。现在8-6，现在马文革发球，好球，9-6。由于这个双方交手啊，这球路都非常快，所以我们很难把整个每个球啊都给大家介绍清楚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整个这个比赛里面，马文革一直是主动进攻。大家知道，在这种激烈的比赛里面，技术也都差不多，就要看场上临场的发挽，另外看谁能够先上手。现在9-6，现在换发球6-9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马文革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3分。佩尔森发球得1分，现在7-9，现在7-9。马文革在回球时球出界了，现在是8-9，现在8-9。抢攻一板，好球！这接发球抢攻打得漂亮，接发球抢攻现在是8-10，这那非常干脆。我们向大家介绍，谁先上手谁就占据主动。当然这里需要有技术，需要有意志，也需要有很好的步伐。正手，正手在拉一板的时候球没有过。现在是9-10，现在9-10，这个比赛确实真是好看。现在佩尔森发球9-10，马文革先过渡一下，反拍在中路，回球球没有过，现在10-10。大家从这个前两盘的比赛，这个第二盘呢刚刚开始第一局了，可以看到这两个队实力是差不多的。这个瑞典队呢，他们整体的实力呢更平均一点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在这几届的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里面，一直是名列前茅。马文革攻了一板，现在是11-10。现在是11-10。现在马文革领先1分，现在马文革发球。佩尔森这球打回头也快，11-11。
这运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，真是非常娴熟了。这个好像是这个机器一样，这个非常的运转灵。芒格发球再得一分，现在是12-11，现在芒格发球12-11。皮拉夫连球从没有过，13-11。现在13-11，现在芒格现在领先2分，13-11。芒格刚才发球球擦网了，现在重发。现在皮拉夫输14-11。芒格连续令发球得分，大家知道在乒乓球的比赛里面，发球、发球抢攻、接发球抢攻，这前三板这是中国队的特长，所以中国队先列前三板压住对方。如果在相持阶段相比较，应该说瑞典队要强，所以无论如何呢，能够在前三板要和对方拼一拼，得一分是一分。现在换发球，现在11-14，佩尔森发球。佩尔森黑球球出界，11-15。现在11-15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1-15。现在看佩尔森发球。芒格接了，对方回球没有过，11-16。现在佩尔森发球11-16。芒格先搓了一下，哎，球扑网以后落下来，扑网以后落在球台上，11-17。现在芒格是领先6分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芒格接发球不错啊，行，佩尔森这个是发球以后的抢攻啊，这球打的力量太重了。现在是12-17，芒格再得一分，12-18。观众朋友，您刚才较量的时候，芒格就是尽量的给对方的反手，不让他侧身，另外一个要压住。大家知道，在这种比赛里面，谁主动上手，谁进攻的能力比较强，谁占据了领先的位置，那么谁呢就好打了。18-12，China。现在换发球18-12，现在芒格发球18-12，芒格发个近网短球，再搓一板，在打对方的这个反手的时候，这球出界了，18-13。现在18-13，芒格现在领先5分。芒格回球球没有过，现在18-14。18-14，这时候芒格稍微稳定一下，现在18-14。芒格发球网短球，不让对方拉起来。郑龙抢过一板，现在18-15，18-15，现在是芒格发球18-15。对方反手一撩撩个直线，现在18-16。原来是芒格以18-12领先，现在被对方连续追了4分，现在18-16，这个应该说，这个瑞典队佩尔森呢，他的防守能力也比较强。现在18-16，郑罗抢了一杆，好球，19-16，现在换发球19-19。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，谁能够敢先上手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换发球，现在16-19，现在瑞典队的佩尔森发球16-19，这是第一局的比赛，是第二盘第一局的比赛。芒格反手再撩时，球出界了，这是对方发球得分，现在17-19，芒格反手一拨，18-19，这样佩尔森连续得两分了。现在佩尔森利用发球来控制落点，先搓一板，又打一板，球出界，18-20。芒格现在领先2分，18-20。这时候我们看到蔡振华一边给队员鼓掌，一边点头，18-20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芒格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2分，这球真是难打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18-20。芒格回球，球出界了，19-20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现在19-20。接发球撂出了界外，20-20。
视频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我们看到佩尔森，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个队员呢，确实非常有经验。这个队员确实非常有经验，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，他心理比较稳定。另外一个呢，他的正手位的控球也不错。现在二十平，现在换马球，马文哥发球，马文哥发球二十平，抢拉一板，再拉第二板，佩尔森打飞了，21-20，21-20，现在马文哥领先一分。现在换马球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20-21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。佩尔森反手一打，打个直线，21平。现在换马球，现在马文哥发球，21平。观众朋友，这是第二盘比赛的第一局，现在21平。这时候，这个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就很重要了，21平。丢了一分，21-22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22-21，在接发球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佩尔森打得很果断，22-21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22-21，佩尔森又是正手攻球打飞了，22平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看到佩尔森也是两次这个正手的在攻球，球都打飞了，22平，现在换发球。现在是王哥发球，22平。王哥反手再撩起来，王哥反手再压的时候手软了，这球有点犹豫，所以这球呢打出了界外。现在换马球，现在是佩尔森以23-22领先一分。这运动员经过激烈的比赛，已经出了很多的汗水了，汗水淋淋。现在是由佩尔森发球，23-22。马文哥回球球出界，24-22，佩尔森先胜了第一局。观众朋友，现在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马文革同佩尔森的第二局的比赛。第一局的比赛是佩尔森以24-22战胜了马文革。现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，现在佩尔森以2-0领先。佩尔森发球以后，现在打得中共，佩尔森在和对方在近台在攻的时候，这个球马文革没有回来。现在是3-0，现在佩尔森领先3-0。佩尔森回球球出界3-1。我们看到，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，马文革曾经以18-12领先，但是佩尔森呢，确实这个队员经验非常丰富，在关键的时候，他心理的状态很好，一直在顽强的反击。那么最后呢，追成了22平，最后以24-22获得胜利。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，这是第二局的比赛。现在马文革发球是1-4，第四板，零靠了四板，佩尔森回球的时候球空网以后出界，2-4。现在马文革是落后2分。观众朋友，现在向您介绍，这是男子团体冠军决赛的第二盘的第二局。反拍在打球，空网没有过。现在是2-5，现在马文革落后3分。马文革发球得分3-5，3-5。4-5。
现在是4-6，现在换发球6-4，现在是瑞典队佩尔森发球6-4。佩尔森发球得分7-4，7-4。芒格反拍再打上球出界8-4。球没有过网，现在是9-4，现在9-4，现在是瑞典队的佩尔森领先9-4，这样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，佩尔森是领先5分。芒格正手攻了一板，这球得分，现在是9-5。现在换发球，现在是6-9，现在芒格落后3分。观众朋友，现在向您介绍，这是第二盘比赛的第二局，第一局是瑞典的佩尔森以24-22获得胜利。拉一板弧圈，回球球出界，7-9。7-10。芒格发球得分8-10。现在芒格发球8-10。双方展开对攻。佩尔森把球打出来界外，现在是9-10。现在是芒格发球9-10，芒格反手在打对方这个直线的时候，这球出界了。现在是9-11，现在换发球11-9。我们看到通过这两盘的比赛，可以看到这个瑞典队整体实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瓦尔德内尔这个队员在第一盘的比赛里边，在面对王涛那么强的攻势下，仍然能够拿下这一分。而且在这个第二盘的比赛里边，这个佩尔森在落后很多的情况下，仍然能够反败为胜，胜了这一局，那么说明他的整体实力比较好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整个队临场的这个处理啊，和临场的能力比较强。现在是11-10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1-10。好，这马龙的接发球成功一百，11-11。现在11-11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1-11。现在佩尔森发球11-11。芒格接发球反拍快攻，11-12。芒格现在领先一分11-12。11-12。现在佩尔森发球，正手奥球，反手一过，然后就辞身，11-11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芒格敢打，敢于上手，稍微有机会就侧身，这个打在前面的这个球就容易主动。现在是11-13。但是应该说，在这种激烈的比赛里面，确实难度非常大。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这两名选手在这个比赛里面确实是拼了，而且是尽了很大的力量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佩尔森发个近网球，芒格现在用正手以后，对方回过来了。芒格一般的反手在拨了以后啊，就准备要侧身。这时候大家可以看，在比赛里面，这两个队员都是要抑制对方的这种特长，不让对方侧身，不让对方上手。现在是13-12，芒格发球13-12，芒格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一分。正手拉一板，芒格的回球球没有过，13-13。现在13-13，现在芒格发球13-13。在台内球再准备拨一下，这球没有过去，现在13-14，13-14。现在芒格发球13-14。
现在十四瓶，现在十四瓶，现在芒果发球十四瓶。好的，芒果撩对方的反手，撩对方的反手，现在是15-14，芒果领先一分，15-14，15-14，现在芒果发球15-14。芒果反拍一拨，这球出界了，15-15，双方打成15-15。观众朋友，这比赛真是非常的紧张激烈，几乎是你得一分，我得一个球，所以这样呢，要求运动员在这个比赛里面要发挥每一个技术特长，同时呢，这个心理状态，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，这心理状态非常重要。在这种激烈大赛里，谁不紧张呢？谁就能够取得主动。芒格在接发球前故意把这球出界。现在是佩尔森领先一分，16-15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6-15。芒格回球稍高，对方的轰了一把黑球出界，16-15。现在16-16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6-16，16-16。佩尔森攻球球出界，16-17。现在芒格领先一分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6-17，现在佩尔森发球，芒格先搓一板，然后正手在前面再打17-17。这个比分啊一直没有拉开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7-17，擦网。现在是18-17，芒格领先一分。这时候场上的观众啊，在热烈的这个呼喊着给中国队加油，中国队加油，中国队加油。现在18-17，芒格发球。观众朋友，这是第二盘的第二局，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，芒格以22-24输了，所以这局非常重要。接发球抢拉一板球出界，19-17。现在19-17，芒格现在领先2分。现在芒格发球，芒格发球，这时候加强发球旋转变化。台内球往前一拨，正手好球，20-17。随着这一拍啊，这个落在这球落在球台上的时候，全场的掌声又雷动了。现在是20-17，现在芒格领先3分。现在芒格发球20-17，芒格反拍在打以后，这佩尔森还是非常快打直线，现在20-18。20-18，现在芒格发球20-18，这又是刚才那种比分了。反拍在打斜线，飞球球出界，20-18，芒格胜了第二局，双方的前两盘，前两局是打成1-1。
观众朋友，马文革同瑞典佩尔森第三局的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前两局双方是打成一比一平，第一局是瑞典的佩尔森以24-22胜了马文革，第二局是马文革以21-18获胜。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的比赛里面是打成一比一平，下面就要进行决胜局的比赛。现在马文革先发球，佩尔森反拍打了一掌，现在是0-1。现在1-1，现在1-1，现在马文革发球，马文革发一个近网短球，反拍，反拍的撩球球没有过，现在1-2，现在1-2，现在是1-2，现在马文革发球1-2，马文革发球得分2-2，2-2。我们看在比赛里面，这马文革和对方拼发球拼得很凶啊，现在马文革发球2-2，马文革发一个直球，抢过一板，第二板，好球。马文革在比赛里面尽量利用发球发球抢攻，这样来控制对方，因为这个对方啊是实力非常强的选手，而且他经验非常丰富，如果打起相持来讲，这个球就没个准了，所以尽量的能够在前几板里面发挥自己的威力。现在半发球瑞典队佩尔森发球2-3，抢过一板2-4，2-4，现在马文革再得一分2-4，2-4，现在佩尔森发球2-4，马文革反手一拨，这球出界，3-4，3-4。现在佩尔森发球3-4，这是第三局的比赛，观众朋友。第二板，佩尔森打第三板，佩尔森打了第三板，现在是4-4平。大家知道，在这个比赛里面和欧洲这个强队，特别是瑞典队，如果打相持阶段的话，并不是占上风。现在4-4，哟，好球！现在是马文革再得一分5-4，佩尔森发球4-5，大家看到佩尔森呢尽量的不让这个马文革侧身。现在是4-5，现在佩尔森发球4-5，这马文革领先一分。哟，好球！4-6，现在半发球6-4。我们向大家介绍，拼前三板，这接发球抢攻啊，这就是前三板当中的一板。现在半发球6-4，现在马文革发球6-4，马文革发球6-4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一发球以后，这个佩尔森的马上侧身拉回圈，谁能够先抢手，谁就主动。现在是马文革在发球。反拍打斜线侧身，好球！哎呦呵，这佩尔森也是走运了，这球回网以后，然后落在台子上，现在6-6。像那个乒乓球比赛里面，谁都能够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这时候队员的心理啊要稳定。发球得分，7-6。大家看，马文革主要和对方拼发球啊，这发球连得2分了。马文革现在还是发进网，好球！要对方斜线打的主动，现在8-6。这球打得真是好看，现在8-6，现在马文革领先2分，这是第三局的比赛。反手再撩一下，再打球过网出界，9-6，9-6。马文革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发球啊，连着得了几分，另外呢这个抢攻又得了几分，现在是9-6。现在9-6。现在半发球6-9，现在瑞典的佩尔森发球6-9。马文革抢攻一板6-10，马文革自己也高兴，马文革以10-6领先交换场地，马文革在这球场的边上跑了一圈，然后拿起了毛巾在擦擦汗，这时候又开始进行决胜局的比赛了。这是第二盘的决胜局，也就是第三局的比赛。现在是佩尔森发球6-10，6-10，马文革领先4分。哎，好球！马文革也来这么一个球。这球也是攻网落在球台上，所以这种机会都是均等的。现在是6-11，6-11，马文革现在领先。现在佩尔森发球，佩尔森再反手一拨球，攻网以后出界，7-11。
现在帕尔森八九7-11。哟，哎，打飞了！帕尔森正手扑球打飞了。我们看到帕尔森呢，在正手攻球打得也比较多，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失误。这是正手攻球第三个失误了，就是打得比较明显的，把球打老高老高了。现在是7-12，马文哥现在领先。球擦网，现在帕尔森八九7-12。帕尔森也是8-9抢攻，现在是8-12，现在换完球12-8。马文哥在同这个帕尔森的比赛里面，马文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，而且比分也领先比较多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主要怎么样能够控制对方，使对方这种这个关键时候咬的劲儿啊能够松一点。有，现在是13-8，在这局比赛里面，马文哥发球啊已经直接得分3分了。现在13-8，马文哥现在发球13-8。哇！发球在这里面14-8，发球连着得了4分，这样不但是直接得分，而且使帕尔森在接发球的时候心里就比较紧张了。现在14-8，马文哥领先14-8，马文哥在这局比赛里面领先6分。帕尔森把球搓起来。马文哥在回公路的时候球出界了，现在14-9，关键观众朋友，这是这盘比赛的决胜局。反拍打中路斜线，在打的时候这球打飞了，14-10。现在14-10，现在马文哥发球14-10，抢攻一打好球，15-10。这是典型的发球抢攻，这球打得成功，现在15-10，现在换发球，现在是10-15。这时候要求马文哥就是怎么能够稳住啊，稳健，因为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方追了上来。现在是10-15，现在是帕尔森发球10-15，帕尔森发球得分11-15。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拼发球啊，现在是11-15。马文哥反拍侧身打第二个，11-16。这佩尔森呢是利用控制球的落点，利用反拍的这个快速的落点变化来使马文哥不能够侧身，所以马文哥呢在反拍过渡以后马上就想办法侧身。现在是11-16，现在马文哥领先5分，11-16。马文哥接发球抢攻，这球出界了，接发球抢攻球出界，12-16，现在是12-16。12-16，现在帕尔森发球12-16，马文哥接发球反拍再一拨，这球攻完以后出界13-16。大家可以看到马这个帕尔森呢，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也是拼发球啊，现在13-16，正手抢攻一板，攻球球没有过，裁判员刚才判定啊是马文哥刚才失分了，现在比数是16-14，16-14，现在马文哥发球16-14。哟，马文哥给对方一送他17-14，17-14。现在17-14，现在马文哥发球17-14。观众朋友，这是第二盘的决胜局。现在马文哥发球17-14，马文哥发球17-14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帕尔森接发球多好，给对方一个空当，这个球呢是打对方的这个正手。现在17-15，马文哥抢了个球，对方回头没有过，8-15，18-15，场上的观众啊，这个是热烈的给中国队加油，在这里五星红旗在飘扬啊。现在是18-15。大家都在关心着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，这小小的球在球台上飞来飞去，牵动着万人的心。18-15，现在搓一板，马文哥的回球时球出界了，现在是18-16，18-16。现在马文哥发球18-16，
16:16，马文革先领先三分。19:16，现在斑马就16:19，16:19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了，佩尔森发球了，佩尔森一直拿着球来看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，现在比如16:19。现在是20:16，领先四分。这时候马文革这个拿着球啊，在球台前呢来回的跑动，在调动自己的情绪。现在是16:20，现在是佩尔森发球16:20，16:20，马文革接发球接了一板。这时候佩尔森马上侧身，17:20。现在是17:20，17:20，现在佩尔森发球17:20。马文革接发球抢了，再攻一板，球没有过，18:20，18:20，18:20。这个佩尔森呢，确实是经验真丰富，他这个球发得很刁，发个劲网，现在反拍拨了一下，没有过，21:18，马文革获得胜利。这样，马文革在第二盘的比赛里边以2:1战胜了瑞典的佩尔森，前两盘中国队和瑞典队是打成1:1平。